同样都是五星英雄，为什么你的战力高这么多？因为你后期培养出了英雄呀，后期选择英雄战力提升三倍不止。第三名神射手后裔，大招落日剑直接范围秒杀并范围燃烧，持续造成伤害。第二名众神之掌宙斯，大招神王之怒，召唤神王领域对十米范围进行雷电打击。第一名当然是齐天大圣孙悟空，作为游戏唯一的神话级战魂，大招如意神棒，超高范围伤害，能让你在所有副本所向披靡。后续该培养哪些战魂，你懂了吗？